我们要开始了。在这之前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什么动物可以贴在墙上？海豹。这就是我来的目的。懂了。请问？关关雎鸠。他想跟你对个暗号。明日何其多。你扮演替星人时完全融入了他们，新的一季有什么想扮演的角色吗？心里想扮演的角色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秘籍的保镖。好的。嗯。如果要在荒岛上待上一个月，选择带一名蜜桃成员，你会选择谁？那一定是你，旁边的张国伟。如果是我也会带上张国伟。那简直是太好了。真的。因为我够不到椰子树的椰子的时候，它可以跳起来帮我摘一个。没错，徒手劈椰子，没错，我就有肉吃了。我们就可以，你没有我的事哈。毕竟是我们两个，对。对。没有你的事情。那你从小胆子就这么大吗？我从小胆子并不大。这一季的我的人设要当一个嘤嘤怪，对，我要在密室里面嘤嘤嘤。我们一起嘤嘤嘤。这一季主要是你要帮我。没有问题。OK。除了鸡之外，还有什么东西是你非常害怕的吗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能让我害怕，除了秘籍。了解了解，收到收到。如果在密室中可以获得一种超能力，你想获得什么？那一定是超喜欢你们。那我们下次见。没问题。虽然我们的采访结束了，但是我和你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我们来一起 wink 一个，快，三二一 wink 一个，才刚刚开始。